此时冷烟长路铺，梅花雪月交光处，一笑了了空万古。风后雨迥然阴寒恨天雨，一笑了了空万古。风后雨，南无楞严会上活菩萨，南无楞严会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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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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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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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各位啊，亲近的楞严道友，大家上午吉祥如意啊！在此呢，我们再请大家发起心来啊，为了一切啊天边的众生，了生死，自利利他，来学修楞严法义啊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第17讲了。对啊，楞严17讲啊，一路走过来啊，我们今天呢，先整理一下心念啊，起个疑情吧。我这个一路从法源寺过来，我就眼里边不断的啊，这个外在的世界，随着外在的世界就会升起心念、分别、认知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起个疑情，包括我们一直到这个法堂里来，刚才啊大家一直在诵持佛号，那么是一个佛号在环绕的状态啊，我进来以后佛号停止了，又是一个寂静的状态啊，等我捻香啊，大家一看到香往上一挥，插到香炉里边，香烟缭绕，有味道出来啊，一切的我们每时每刻要起一个念头，就是这些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啊，这个非常有意思，而且祖师们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啊，完全忘却了，如果我们平常状态下全身心的投入进去，那就不管它哪里来的，只说来这些幻象里边你去享受啊，去钻研。那我们铺天盖地的念头展开，问一下，这是哪里来的？就现在这一切啊，你的眼跟对的，耳跟正在听，就不断的在，这哪里来的呢？啊，我们佛门里面讲到说，这凡所有相，都一切都是虚妄的。那么既然是虚妄的，呈现在眼前的一切的精神物质色心二法，它能说明什么啊，这个虚妄法它能够说明什么啊？你看前几天我这个走到
就是到那个往机场啊，不是有稍微那边比较繁华一些嘛，好像有个烟筒，但是那个烟筒它不是冒烟，是一个取暖还是什么，它冒气啊。大家见到有那边啊，好像有它冒出来的气呢，就是发挥着挥舞着就冒出来了。哎，我们即刻说，哎呀，好不容易北京城有点云彩，结果绕过这层楼一看呢，那是从那个冒气的水汽烟筒里面冒出来的，根本不是云彩，就这么狂乱的挥舞一下，然后发挥马上就没了，又是一片湛蓝的天空。啊，这个是怪得很，说为什么挥舞几下就没了呢？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呢，又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陈述了。啊，这个板块呢，按照经典里面啊，这个依照祖师们讲，叫做会通四科即兴常住。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我首先在这里再给大家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的《楞严经》没有严格的按照科判讲。啊，没有严格的这个一条一条的说啊，这个是这是这一句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破？里破还是外破？前破还是后破？没有呢，就是切实到我们的实际情况。啊，一个呢，我们来明了义理是为了受用，所以因为就是一通篇贯下来，你要思维这个法印，你抓住哪一点触动你的灵感。啊，再一个呢。由于我们是居士同听法啊，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佛法呀，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听祖师这个智者大师法应该是讲到的一个见地。怎么讲法？就是太烦了就令智退，就讲的过了不断的啊，这样切割开来一条一条的，大家都是就把这个就形式化了啊，就把它这个规则化知识化。我们现在需要是佛法的法义化文法啊，那么太简了，就是太简单了，就意不周，就是这个法义呢又不能够周全啊。这是我特别受用这句话，当时我在听的时候就看到这句话啊，所以一直呢也遵循这个，就是说不想把这个不断给大家隔断，在一个进度上我们也不能太拉的长了啊，所以呢一直就是一个灌讲式的方法，再加一个导讲啊，有时候有一个泛讲，就是说发挥出来一点点什么啊，基本上还是一文贯义，希望我们能够整盘的把《楞严经》就是整体的这个面貌从始至终这样通下来啊，尽力如此吧啊。当然也有就是我本人对于《楞严经》那么无量的法义我还差得很啊，只能够说教学相长啊，跟大家一起学习啊，是这么一个出发心啊。那么还有一点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《楞严经》里面的板块就是这个次第，这个一块一块这种层次已经非常清晰了啊。你看我们从开始讲到的这个七处真心，你的妄识没有处，七处哪都没有，后来破这个妄识非心啊，你到底是见成的还是这个见真，见实呢还是见妄啊，最后说这个妄识无体，这个妄识没有从哪来的啊，就这么一个板块真心就完了啊。那么后来阿难又开始这个啊，要继承这个妙明真心呢，就在众生份上又开始十番显界了啊。大家明白十番显界就是从根性这个见性中，就是说明它是真性啊，这个功用呢就是为我们修学佛定所依的因地之性，就是从一开始摸到这个感觉了，你就一直这个感觉一直守着它啊，所以从此这叫做待望显真，这就是十番显现这个板块。那么在上一主讲的时候呢，给大家讲过这个就这个根和师实啊，我们稍微有个分别以后，在这个人的份上，就是凡夫份上最亲切的份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，有时候这个祖师们讲到说，在此就是最亲切的份上，什么叫做最亲切呢？也就是说，说到究竟处，只能到这儿，跟你就最近了，只能这样。再就是你得好好去悟去修去。啊，所以我们上一讲的这个同分妄见、别分妄见，指出来这全是妄。
那就是说在众生的份上，最亲切的份上，进一步指出这个别业同分二心啊，如果除去这个妄，就能断除一切生死。这是在此之前我们给大家讲到的一个行文至此了，到这儿了啊，无非就是在这个根性上直指真心嘛。啊，那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我们一路这样走下来，来学习，显出来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真性的这个理，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讲得到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听了一堂课，觉得有点上来了。啊，回去一周又忘了，下一周来的时候或者两周甚至半个月，21天，啊，下次来的时候有点懵懂，再稍微一讲又提起来，对，就是这个道理慢慢就相续上说，哎，一说那个语境语感描绘的那个境界，他就知道说有这么个理究竟坚固，啊，这是我们至少你已经到了这儿了，听法听的差不多有这种感觉了，是不是？这个。理解上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理真的太玄了，太……我告诉大家，这个理究竟坚固，真如啊，实相这个理，这属于好理解。因为一讲，慢慢就有感觉了，啊，一次又一次的闻熏，哎，一说这个感觉就出来。可是我们今天进一步要知道什么呢？还要知道事儿，是这个事从哪里来的？就是知道这个理究竟坚固了以后，要进一步知道所指的这个心呀，就是这个理，就是这个妙觉明心真如实相见性。这个心呢，不但是俊具根宗，就是就我们根里边不断的给大家剥离出来显现出来，就我们的六根门头嘛，主要针对见性，对吧？那么不但俊具根宗实则，而且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？量周沙界啊，整个这个量周周遍法界，包括一切的色性二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要给大家讲这个事，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？啊，我们在讲理的时候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哪都不对，只是不在内外中间。可是讲事的时候，就说理是哪哪都对，世上这个真性哪哪都是，哪都是真性的表达，啊，这就更加的难以领会，啊，所以我们这节开始的这个为什么说理好理解是难，为什么是难做到呀？为什么？你看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，如果理解这个理论，我们知道是有事项、有现象、有本体。可是，一旦要说到这个现象跟本体是不二，所有的现象，每一个现象都是本体表现出来的，就很难理解了。所以，华严经的最高境界叫做事事无碍，而不是事理无碍。啊，我们在领会上、修行上、启用上、建立佛的知见的时候，往往会什么呢？执理废事，就出错。这都是说。理上好像迥然有一个东西融不到万事万物之上，当即的体现，所以就事理分开了。修行上就执理废事了，执理废事就事理不周全了。怎么样叫做不废事而融入理呢？就从事上去老老实实的修，面面俱到去做，全体就是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给大家开始会四科啊，就是从四个层面来入法心，就是一切都是真如实相。包括我眨个眼睛，啊，说一句话，吐个吐沫，啊，每天的这个过程全是真如。人生的宇宙，啊，身心世界，宏观的这个整体的物界和微观的这个心念，一切事相一一都是真如离体，当下。这就是我们从这一讲开始，叫做这个会四科，啊，会通四科，即性常住。
这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写一下是绘图四科，因为这个比较一听的话话不容易懂。四科呢就是四个方面啊，整个下面的一大段的这个经文内容就是说要把这四科绘这个四科集，就是当体当下都是妙觉明心啊真如实现的这个显现，都是本体就是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四科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，统归这四科全部是什么呢？一切宇宙万法的整个的呈现，无非从佛学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，就是这四种啊，四个层面，一个比一个微细，一个比一个开合啊，就是相互相辅相成。你是从这个比较细的角度，你看十八界的话就分了十八个因素啊，五蕴嘛只是色受想行识，反正是它解释的就是色声和外在的山河大地，一切的物质和精神层面啊。在这里我们要用一个色心二法，色就是物质，心就是咱们精神啊，大家把这个搞懂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拿起经文来先读一段啊，这个原文啊，阿难汝优为名开始啊，找着了吗？好，找到了吗？在多少面你们的？啊，132啊，大家找一下。阿难汝优为名。找到了吧？好，一起来。阿难汝优为名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万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如是乃至五阴六路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，殊不能知生灭去来，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动周圆妙真如性，性真藏中，求与去来，迷悟生死，了无所得。好，到这里，先看这一小段啊。这一小段呢，就讲到啊前面的这个末尾了。啊，前面的末尾这个说啊，两种这个望见啊，再加上合合不合合，讲到啊，行悟造处了以后，佛就一转，话语一转了啊，你看这里开始说阿难啊，汝优未明，什么这意思呢？就是前面的望见中的真见，你好像我已经跟你讲的差不多啊，不是一直在跟你讲这个真如这个见性吗？啊。可是万事万物这个幻象中的实性啊，妄见中的真见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可是这个幻象中的实性汝优未明，你还不太了解。所以在这里啊就告诉他说什么呢啊，一切的浮尘诸幻化相啊，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呢？一般我们在这个简这个单一的了解时，总是向外看，对吧？一切朝我这边来呈现，啊，以我为核心再向外看。大家记住，不但有外在的呈现，还有我们内而的根深，就是自我，啊，自他都是属于浮尘幻化诸相，啊，那么。这些东西呢你看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大家再回首想想我刚才说到那一团气啊，一切的万事万物呀，就跟我刚才说的水气烟囱里面冒出来的气一样啊，狂舞就出来了，有一个形状，一会儿是一个勾啊，一会儿是一个团，来回这样飘荡几下子过去没了。所以这里你看这句话就是最好解释，
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无而没有，突然就有了，有了又突然就没了。我们现在觉得现实世界中好像相对是一个稳定的，实际在它的如果有啊这个，再把它放慢动作，你就知道说就是忽而有忽而没，生命不断。如果再把它加快速度啊，有些影视处理东西就是放快了，就跟那个快这个那个叫什么快进一样，你仔细看看，是不是那样的？啊，就是起因，生命不断。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，从哪来也搞不清楚。这就有了，啊，去的时候也没有去到哪里，随处灭绝也搞不清楚，就没了。啊，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，所以只是有名无实。这里说是啊，这个诸幻化相，那都是说啊，这个幻妄称相，都是啊，暂且把它称之为相，这个相本身就是没有的，啊，是我们的一种错觉，啊。但是呢，幻化之相虽妄，它其性本真，为众生本具的这个妙觉云体。你看这里啊，其性真为妙觉云体。啊，这一句话呢很有意思啊。如果读过中论的人啊，中论三论下面就是天台宗后来也是依照这个偈子悟的三观嘛。啊，大家听过一个叫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听过吧？这里的诸幻化相就是讲的因缘所生法啊，能所能成所成的根生器械叫做因缘所生法，所以说一切浮成诸幻化相啊。那么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就叫做我说即是空，就是讲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虽然我说即是空，可是它是幻妄称相，就是说依照世间法的话，还有啊十法界呀、啊、种种的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鬼畜六凡四圣一切的因正差别，还是有这个说法的。我们说四种国土三界六道，这就叫意为是假名，它是假名呀、啊，啊，那么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这就是意识中道义啊。虽然是假名，可是这个幻象就是真相，就是本体。那一句话说的，所以啊，大家学习这个佛的经典论著呀，看祖师们的这个注释啊，确确实实他永远都不会违背缘起性空啊，一违背就说明大乘佛法不相应，错觉啊，错失了。所以这里这一段话，那么下面啊，你看如是乃至啊，这里就开始讲到五阴六路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啊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啊。那我们要这里讲一下这个四科，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净世间所有的法，色行法不会出这四科。五蕴呢，大家知道色受想行识，对吧？那么色呢是物质，受想行识是什么呢？心法啊。再比如说这个六路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发现了吗？眼耳鼻舌身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物质。这个意是什么呢？是心法，是精神啊。那么这个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感这个外在的六层色声香味触法，对吧？那么只有眼耳鼻舌身意的意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心法。其他的十一处都是色法。那我们就发现说，万法不离这个什么呢？色心二法，明白吗？那为什么要这里讲到说从四个方面来讲呢？就是根据人的心性，有的人呀，他执着不管是色法或者心法呀，他都执着得很淡，一讲就明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讲法就只会讲色心二法，你就明白了，就是精神，就是物质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有的人他这个什么呢，迷色迷的比较执着，色比较轻，色就是指的物质啊，不是酒色财是色。那么执着这个心比较重，就是心法比较重，那就要给他讲什么呢？讲这个五蕴之法。
明白吧？色法轻就略讲嘛，一个色，五蕴之法对待受想行识全是心的层面，那就要给它细讲啊。这是对于这个迷色法比较轻淡的，迷心法比较重的这种根基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比如说所谓的哲学家或者做学问，很可能他对世间这些财呀、这个物质呀、住的呀、每天的这些享受吃的呀，他不太在意。可是他就对这个学术呀、说忘我这种钻研精进，甚至就日子过得怎么样，其实老小都可以过。他深深执着这种哲学思辨逻辑行为上面啊，就这一类的，这就是唯啊迷色轻迷心重的人，一般讲行这个五蕴啊，能听明白啊？那么有的人啊，如果说这个迷色比较重啊，迷心比较轻的，那就讲六入法，眼耳鼻舌身，这是色法啊。大家发现，比如说艺术家，你发现没啊？艺术家他对于什么这些啊哲学思辨，他不太，他是无限的美好的描绘、表达、夸张，就是在这个色相上啊。还有商人。啊，商人他什么这个秀才，这个遇到兵的有利受制，商人是他不管你什么学问或者怎么样，他是商业操作，他以盈利为目的。啊，你什么这些学问，他有钱以后可能他哎追求上去，这个还得弄个啊文绉绉的，但是本质上，他是以什么呢？执着色法为重，心法为轻啊，他不在乎这些理论性的东西，啊，这就是人。根性啊，当然这个没有褒贬的意思，就是从这儿分析。你看佛讲法面面俱到，本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四颗是一个法，大家要记住，不是因为这里讲到说从十二处自十八界，这是讲的每一个法每一个法，不是说隔裂开来是十二处就是这一块啊，十八界就是那一块，不是这样啊，包括五蕴六入啊，所以大家呢要从这点来讲。要明了到这个讲法的这个它的一个范式啊，为什么要这里讲到四科？可是归根结底不出色行精神物质层面，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啊，如是乃至五阴六入十二十八处的时候，它所有的色行二法都是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离灭，都在生灭之中啊，没有一个定性。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啊，为什么这里叫讲到这个四科呢？啊，一般的我们啊很难看到是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四科来讲，其他的法呢我们容易发现它的虚幻，对吧？可是这四科我们就很难，凡夫外道基本上都是把它只有实有啊，比如说。我们这个凡夫外道之五蕴之法啊，它为是实有的。二乘呢，就是小阿罗汉证到这个小乘他证到国以后，还是觉得这个五蕴啊，这个六入之法呢，它是心外之法，就是说现前心外有这么一个道理，这个法一定是真的，它是这个水平。包括我们大乘佛法里面的法相唯识尊，唯识尊不是说万法唯心嘛，对吧？可是他只有说是万法唯心，忘了心为万法的时候呢，就会容易落到这个说这个虽说啊说人无我法无我二我，可是他还是在这个名相上什么锁定不已，出不来啊。所以你们不知道听过说学为是进去容易出来的啊，有这么一个，所以整个佛法都是这样。所以在此呢就会这些相入这个性啊，这是我们如果说啊。从刚才讲到前面的阿难这个汝忧未明的话，就不能够啊，在这个这个书不能知啊，生灭俱来本如来藏，常住妙明不动周圆，妙生的性啊，你看你就不能知道这个啊，你也悟不到这个真常这个性中啊，在这里边什么俱来呀、迷雾呀、生死呀等等这些都了不可。啊，大家想想，为什么俱来了？一切法无动转者呀，《悟不相通》里面说无动转者，
啊，引这个金建联想到，没有一个去来呀。我们常说无量劫中啊，常说从哪儿轮回是从过去是轮回到现在啊，将来无量劫中还要轮转而去，这是错的啊。我们一念为迷，说要从迷转悟，这也是错觉。我们以为生生世世一生又一生，生死死彼还是错觉，皆是妄想。楞严经里面这么告诉我，所以整个这个万法呀，大家想想，就跟做梦一样，一梦梦进去，梦里边，哎呀，走了不知道多少路，行了几千里，可是，一梦醒来，连这个床铺都没有离开过。啊，大家要悟，整个万法都是这样的。一念妄想，神游三千大千世界。可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哪一处不是这一念？啊，所以从这点，我们就要下面开始，即妄即真，会五音即藏性。啊，但是下面的这些经文呢，它是一段一段的，比较就是说罗列性和这个步调一致啊，所以我们。学一段慢慢就下一段就可以知道说它是怎么一个讲理的啊。从现象上我们证悟，从理论的推理上，佛在这里呢讲得非常清晰啊。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啊，这我们就是色音啊、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识音啊，这五段我们一次读一段啊，慢慢的来啊。好，一起来。阿难，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之不信？阿难，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清明空，唯一清取，举无所有，其人无故，不动不惊，更以发牢，则与虚空别见华华，复有一切狂乱非相，色音当知，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是诸狂华非从空来，非从故出，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入，若有出入，即非虚空，空若非空，似不容起华相起灭，如阿难体，不容阿难，若目出者，即从目出，还从目入，即此华性，从目出入，当何有见？若有见者，续计华空，全何见也？若无见者，除计亦空，全当一言。又见华时，目应无意，云何行空？号虚名也。是故当知，色音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好，就到这里。这一段呢，我们首先来看啊，第一个呢是会五音及藏性，啊，为什么这里讲到，你看前面说啊，阿难，云何五音本如来藏真如妙性，啊，这句是独立出来的，就是设问一下说，为什么说五音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，就是我们前面啊说了半天，讲了好大一段时间。指这个见性，好不容易指出来了，你现在又说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世界都是这样的，啊，就是好不容易才明了是有这么一个，现在结局又说都是这个，怎么搞的呢？为什么说五音呢？啊，这个呢，我们首先看看这里讲到说啊，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在前面呢，我们表达不是都是说见性，对不对啊？妙觉明心啊，真如啊，这个真实，这个妙觉见经啊，等等这些，在此文之后，就开始把这个见性转称为什么呢？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啊，基本上统一的就是这么来称为，啊，所以我们在听闻这个往下讲的时候呢，大家要知道这个为什么叫如来藏。这个不变的心体叫做如，啊，那么表这个随缘之用，啊，叫做藏，含藏，啊，为什么说是含藏？就是色受想行识一诸法皆在这个如来藏妙之中，是真如性中所含，所以这叫做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啊，
而且这里讲到五阴的话，我们往往首先都是从五阴列在首位，对吧？特别是这个把这个色阴列在五阴之首。你看《心经》里面讲到说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破这个妄想呀，虽然它有广有略有开有合，可是一般我们破妄想的话，总之就是色心诸法，就是五蕴诸法，那么这个五蕴诸法呢，我们要知道它这个从一开始万法出尘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前世啊。万法出尘的时候呢，由于一念无明不觉，就有了什么呢？最开始万法出尘的时候是从什么开始的？五蕴里边色受想行识，从色吗？从识呀。一念不觉无明启动，就有了分别，对不对？有了这个识起来以后，依次识起来了，就有生灭的这个什么呢？感觉就是这个识我在思维。念念刹那的思维就有了什么呢？行了呀。这个行的过程中对外在取向做想，就有了想了，有了想了就有了感受了，对我的感受，最后所有的感受凝聚起来，慢慢的生生世世的积累厚重，就成了物质，就成了色。所以一定是先从识起，以色为中。那么这个色呢，就是粗重的，识呢就是微细的最初的。可是我们在破的时候呢，五阴要灭的时候，一定要从什么粗重的开始。你说粗重的，这里大家分析一下，我们就知道啊，色是怎么来的，因缘来的。比如说这桌子木头钉，这是钉卯啊，这个横面竖柱啊等等这些，一分析色法上你就表达了啊。所以我们破妄的时候一定是以色阴开始，这就是就以色而显而易见，开显出这个法。那么再往上进一步悟的话，大家想想，我们现在做这个色法，那么光五蕴里边除了色以外，比如说六入里边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也是色法，对吧？包括五蕴里边的你受，我们在感受的时候，感受外在的这个色还在，是这个色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想的时候，是不是取这个色法做作动向？所以说，色性二法归在一起，都可以以色法。这个五蕴之法归在一起，也可以说色法；十二入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触，也可以都说色，都是色。大家想，这就是一法即是一切法，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虚妄分别之法。所以在禅宗门下，有祖师就讲到：净大地是三生一只眼，就是一切的万事万法，就我三生一只眼而已。你看啊，净大地万法是三生的一只眼，大家仔细悟着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灌，我们下面呢就理论性比较强了啊。你看说阿难啊，譬如有人啊，看到我经文了吗？譬如有人，这是做一个比喻啊。比如说我们说一念未动的觉体，就是我们的真如觉性还没有无明升起的时候，这里叫譬如有人啊，以清净目，就是说还没有幻妄出现这个真实智慧，就是这个我们的清净目啊，观清明空，就是你表这个真如法界之理啊，还没有起这个妄想这个分别的时候，我们的能看的就是能和所都是清净无染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分别嘛啊。那么唯一情虚，就是理智一如，就表示说真如妙真如来藏啊，就像万里无云一样，是清空无染的，是吧？这四句话，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？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法义，大家能跟得上吗？啊，跟上你就要跟着啊，不要打妄想和这个打闲岔啊，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讲法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今天的缘分是怎么了？不断的开门关门，不断的有人进出，啊，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听法的时候呢，你先要把这个吃喝拉撒要搞定，啊，然后端身正坐。我们中间给大家停休息时间，你不要在这打岔，你一打闲岔，讲者闻者都会打岔，
啊，本来的冷眼法已经如此的艰涩了啊。我们在灌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够随文入观，但是如果你这个纹理灌不下来，但是一麻一木就掉链子了，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外面那么多姿多彩，我们这里讲的是虚妄是吧？你跟不上这个虚妄，你就白坐在这儿啊。所以大家要把它当回事，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要不然你烦恼的我也会跟你的啊。所以说你看这里讲到，但是后面要讲到说啊，唯一情虚啊，举无所有，可是其人无故不动目睛，瞪你发老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打比方的，这是啊，他就盯着一个地方看，久而久之看着久了就发牢了嘛，发牢就是说累了以后就这儿飘不起来东西，对吧？飘不来东西，这里就比喻成什么呢？则欲虚空，别见狂华，狂华乱动呀，啊，就是表达我们现在这个现象，就是看见这个东西。所以大家想想，我刚才一开始就问大家，一切这些都是哪儿来的？啊？一般我们都说外在的世界虚妄不实的，起心动念一下说你这是打妄想，可是大家看到色受想行识已经把我整个我们的世界都给颠覆净了，都颠覆净了。这里讲到说居然都是狂妄乱动，那大家想想成佛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，要退到纯粹清净到什么地步呀？所以才有三大阿僧祇劫的菩提道人啊，所以这句话呢，大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无名的时候不决心动了一下啊，就等于说好端端他就非得让这个手机铃响一下啊，手机铃一响大家都跟着动了，这就叫做业相，有了业了，造作了业，由这个业就转成能见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就转成什么了？转向由能见过就转成这个境界相啊，这就叫做这个现象，现出来了，现象即成，凡夫就在这里边就觉得说真的有一个东西存在。二成呢，又说这里边确定没有，这是都是空的，所以就有了空色二法，一切都是虚妄之相。那我们知道色灵原来就是这样造成的。可是我们现在摸一摸嘛，大家摸一摸桌子，摸一摸前面的拜垫，你能把它呼的这样跨过去吗？可是这里他说是虚妄的，可见我们执着分别妄想贪念根深蒂固。我们常有一句话叫执以为实啊，所以呢这里的狂妄欲呢，其实它有两种内涵，一个是这个相是妄的啊，整个这个狂妄这种相是由于这个眼睛它不动，它瞪着那儿执着呀，就瞪着不放呀，所以眼睛里面生出来这个狂妄，它并不是实有的，这是第一重内涵。二一重内涵就是我们下面一直灌我们大家要理解，虽然这个狂妄是依空而现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花体就是空体，花的体就是空性的体，就是性真的，性是真的，就在这个狂欢乱舞中体现。所以这里讲到说啊，融合五音啊，这个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首当其冲就是色音啊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就是给大家灌一下了啊。又讲到说，为什么说色音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这里讲到啊，你看下面讲到一段啊，阿难啊，这个。是如狂华，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，如是阿难，若空来者，是这一段话啊。这段话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阿难，如果说这狂花就表我们的色物质，现在我们看见的物质啊，既不是从空而来的，就是我们说的真如实相这个性表这个啊，也不是从眼而来的，就是我们能见这个真如实相这个智慧，也不是从真理，也不是从智慧来的。大家怎么理解真这个真理和智慧？怎么理解？你看，我们不断的在讲这个妙真如性。如果把这个妙真如性一分为二，就理来真理来讲，就是所有的境界上，我都是平等的看待它，明白吗？
就这个真智来讲说，所有的相虽然现前，我在念头上没有一丝的分别，这叫做真智。啊，就是这么，可以这么概略的说一下，大家能听明白吧？那么既然有这个无分别的智去观这个啊，这个平等的理、真理和智，这个智和理一结合，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妙真如性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这个啊，煌煌它既不是从真理空来的，也不是从眼真智来的，到底是从哪儿的啊？也是从眼而来的，是这样的，阿难。如果你看这里讲到的，若空来者啊，如是阿难。如果这个狂华是从空中而来，找着这句了吗？啊，那么如果空啊，这个空中而来，那么还归于空的时候，它还应该从空入，对不对？因为既然你是从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从空入呀，你有出必然有入呀，就跟我们有一道门一样，你从这道门进来，你待会还得从这道门出，是不是？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应有入，那么虚空怎么会有内外出入呢？如果有出入的话，就不是虚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它不空，有出有入，那么虚空就有了实体了。既然这个虚空有实体，那么怎么可能在这个虚空上面还有狂华起灭呢？就好比说你阿难里有一个实体，还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阿难存在你阿难这个身子站这个地方吗？可以吗？啊，不是，是从空而来，还是这个从空而入就不可以啊？再一个，如果说从眼出者，你看若目出者，既从目出，还从目入，就是假如果这个狂狂是从你的眼根出来的话，那么归眼的就是从眼根出，还归于眼的时候呢，你应该从眼睛而入，对吧？那么这样的话，这个狂狂的这个性呢，它就是从眼睛出来的，那它这个出来这个狂狂，就是这个色音呢，也应该有见的功能。既然有见的功能，你从眼根出来的时候，你入眼根的时候，你应该能够反而见到自己的眼根。你看，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？啊，若有见者，去见去即华空，玄何见也？就是你出去的时候见到的是外面的空里面的狂华，那你入进来的时候反观，你应该见到眼呢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说，现在假设一下，有一个东西从我们眼出去了，那么它要回到我们眼的时候呢，它肯定反过来往眼这儿走，那它一定既然从眼出来，它有见的功能，它回过来的时候就有见眼的功能，是不是？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可是呢，我们确确实实是见不到眼。那么下面就是若无见者，出即一空，玄当一言，这是这么一句话。什么叫做出即一空呢？如果说你认为出来这个狂狂它没有见的功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狂狂出去的时候呢，它能够出去以后，我们的眼睛就没有遮挡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你看这里说出即一空啊，就是说这个狂欢原来是我的眼睛发花了，看到有幻象，那么这个幻象已经从眼睛出去了，它只是在空中有幻象，眼睛应该没有幻象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就叫做出即一空，玄当一言，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应该还能遮挡眼睛，确实没有遮挡，这叫做玄当一言啊。另外一个说，又见华时，目应无异，云何晴空好清明眼啊？就是说既然啊，你这个花从眼出了，那么眼睛就应该没有遮挡了，对吧？没有这个病了。可是为何见到只有见到万里晴空的时候呢，你才这个眼睛是清明的眼？就是我只有见到晴空的时候，既然已经出去了，你的眼没病了，没病你应该见到哪儿都是这个清明眼，对吧？可是我们只有见虚空的时候才是清明眼啊。那么说了这么一大堆，最后是什么？所以你应当了悟到啊，在座的诸位，你们应当了悟到啊，色音诸法就是这个所有万象这个物质之法呀，
观相原本是虚妄的，所以这叫色蕴虚妄。观其性啊，观相它是虚妄的，可是呢，观其性它皆不离真心当处，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既非自然亦非因缘所成的妙真如性，妙如来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就是这个色法观相它是虚幻的，观性就是妙的这个如来藏性。因为这个狂妄这个虽然在这个相上是虚妄的，可是性它不离这个空啊。这一段推理就是推的，就最后要说明这个色蕴呢本如来性，万事万物当体就是真如的表现啊。有时候我们你看，这就是讲法讲的多了就障碍智慧。这段我考察一下吧，能不能听得懂啊？听不懂了就听第二段啊，这一段又一段道理完全一样，你听熟了你就慢慢知道啊。大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万事万物这个物质是哪里来的？咱们这是现在是要求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吗？今天上课之前就给大家提这个。那么万事万物物质从哪来的呢？佛就打了个比喻，把万事万物物质比作你现在眼睛，人的眼睛对吧，盯着这个东西看，本来这个人的眼睛盯着虚空看嘛，虚空中是什么都没有的，表示说要告诉你这个物质本来是空的。那物质怎么出现的呢？就是你使盯着它不放，揪着它不放，执着不放，它就慢慢出来一种狂乱舞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把这个当物质，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物质，这个狂狂乱舞这个物质是假的。怎么个假的呢？它既不是从你眼睛出来的，又不是从空中出来的，也不是从这个你能感觉到你看这个狂妄这个感觉上出来的，所有地方都找不着它们。如果从眼睛出来的话，从眼睛出来还得入眼睛了啊，从虚空出来的话还得虚空入虚空，可是如果虚空有出有入还能叫虚空吗？啊，这就不是从虚空出来吗？那么从眼睛出来的话，你从眼睛出来，眼里边就没有这个狂妄了，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说明这个狂妄就在外面不遮挡眼睛了，那说明你眼睛里没有病。为什么你看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还是有狂妄呢？就比如说你看着虚空这儿出来，挪开这个地儿，我看其他地方还是有物质，只有看虚空的时候才是清明的。既然眼睛里面已经出来没有了，就要该看任何看厕所里面都是跟虚空一样明亮，可是厕所里面它就是个马桶。种种道理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色蕴是虚妄的，明白吧？就要说明这种东西啊。这一段经文体现的，既然色蕴是虚妄的，它就要告诉你它的相是虚妄的，可是它的性呢当体就是这个本如来性，如来藏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明白吗？啊，不明白歇一会儿吧，因为我们在妄想里面待得太久了，稍微让你了解一下真如就了解不了了，歇十分钟，回过了下半场的讲解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学习开学佛场，普天花雨散花藏，三车学